为什么我带呀、啊？我以为你有啊。你搬家不是我，再说谁他妈车里没事放他妈鞭子袋啊？嗯，行吧，我一点一点搬吧。你寝室几楼啊？六楼。我操！你上一回多拿点能累死你呀、啊！东西太多，我拿不过来呀、啊。你们说他一根筋能给自己毒死？哎，同学你好，咱学校超市里边有没有鞭子袋就搬东西用的？有啊。那太好了，你超市搁哪呢？啊，行，谢谢啊，谢谢。给这俩多少钱？二十。二十啊？你还谢上了？你赶紧搬呐！俩袋够不？我就说你有，你不早点给我。我他妈去超市现买的，赶紧装。嗯，忘了超市有卖的了。一个袋10块钱啊、哦，跟你下个月工资得扣。你跟我狠啥呀？赶紧搬呐！那你倒是帮我搬呐，你就搁这一坐。你以为我不想帮你啊？那他妈女寝我能进去？对啊，你可别鸡巴毕业了，你妈什么货收回来的？老板，我突然想起来个事儿，我明天还得再来一趟。你啥玩意儿忘拿了？嗯，没忘拿，我论文忘交了。那掉头你回去交去呗。嗯，老师下班了。